你们明天就不播游戏了哈，然后明天十点进场，被打进场了。他招弱水凌云志，兰博进场刺猪猪。简单回顾一下，博是怎么被猪猪队打进场的吧。我与队友阿开从创乐园出来后，回老家一年，没想到的是家被偷了，博在空中被猪猪队直接打脸。哇！你笑呢？哇，牛马！下面也有。哦，完了，我倒了，快救我一下！怎么那么吓人？快救我一下！救我！救我一下！救我一下！救我一下！啊，救我一下啊！哥，二哥，二哥，哥别打，哥给个机会我投降，哥我投降，我错了，哥别打，大哥，大哥，给我个机会，大哥，给个机会，大哥，大哥，还有还有，他娘的，怎么还偷家呀，我靠！这把也是扣16分，直接掉出金星，发表临进场感言。兄弟们加油加油，今天最后一天，今天要是没保住金星，明天咱们有缘厂里见。还有最后今天真的今天没保住，明天咱们厂里见。下一把博做蹦蹦前往创乐园，结果又被捷足先登。厕所里面有一个，我操，完了！哥，我是兰博哥，哥我是兰博，别打我哥，哥我是兰博哥，大哥大哥大哥，我兰博，哎，你真的是兰博啊！快背我一下，背我一下，你把我粉丝让我干死了。背我一下，哥，我在这呢，我在红色衣服，背我一下，我在这呢，哥，红色衣服，红色衣服，这里呢，哥，这里背错了，我这里，哥，我在这呢，快背我一下，背我一下，背我，背我，背我，我队友来了，我，前方有危险，127的大分，直逼9000，兄弟们，明天厂里见啊！哎，真的完了，现在这里面干到9000了，兄弟们，明天厂里见。下一把同样也是在废墟被制裁，另一家套餐边河，离9就差一丢丢。看博这伤心的表情，猪猪队。这把就是肝肠寸断，我第三个小家运营，结果又被狙击。听到那句话，我绷不住了，简直是杀人诛心。哎呀，你要是能像一休那么厉害，谁抓你啊？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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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蹲蹲。哎呀，这一把直接封神。你们真的很过分呀！接下来，博开始了冲分之路，一把单四决赛圈。Later。接下来就是一兵一真男人单挑，一起欣赏一下。哎哎哎！哎呀，牛逼！拿下！一把单四吃鸡，直接加大分，直上九星。左上角有个免费的红带，兄弟们可以参与一下啊！下一把又是孤狼一人，被山上的人打，好好的再趴一会都不行吗？我只能进圈躲避。哥哥别打，哥哥哥别打，哥哥别打，这里面狙击队，我靠，我靠，怎么还有狙击队的呀？虽然没吃鸡，但也是冲上了九星，眼看一个人不行，直接叫上了保镖上分。兄弟们，我走，兄弟们叫人，叫人，叫人。喂。最后那红桃了，一杀怎么了？一杀也是狙击，但还是避免不了进场的命运。强了630，我进。从10点去到下午2-3点，然后晚上然后再休息2个小时，3点钟下班这样子，然后再休息2个小时，在晚上正常上班。我玩不起，大哥送外卖就送2单，1个小时，我那边经常8小时6小时，你说我玩不起？他要直播的呀，我能进已经很好了，你播已经很玩得起了。一般主播就拍个视频，你去看90%的主播就拍个视频，
我全程直播，我直播六七个小时，你看一下你哪个主播有播这么真实的呀？你全主要是我肯定啊，我六小时，我晚上直播还要三小时，一天不是九小时吗？明天十点吧。我等下发个作品吧，兄弟们，我等下发个作品好吧？你们等下去给我顶个赞好吧？我下播发个作品，你们给我顶个赞好吧 ？OK 吧，兄弟们，我发个视频说一下，明天十点钟。不见不散，就给我点个赞、哎、真的看直播不一定要刷礼物，但是帮博点点赞，每个粉丝点一下赞就是最大的支持了。下播了。